老师是全世界的，这点大家都知道。可是岛国只有苍老师吗？其实日本美女也是多多的，像桥本环奈、金原结衣、林奈瑶什么的。硬汉女神的话，也有樱井莉亚、波多野结衣、吉泽明步、天海一小泽、玛利亚青宫、小夏、西美真由、马苍鹰。所以基哥觉得日本的选美应该也是这种高大上的，虽然和欧美的大长腿什么的可能有些差距，但至少也应该是这样刷刷性感，最不济也应该是这样穿个礼服啥的。可惜基哥发现居然不能理解广大岛国人民的审美。 Entry number 7番高橋織と申します。 Entry number 12番宮西かなと申します。最近岛国有一个日本最美大学生的比赛，前三甲长这样。几个不由想起了几首歌。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，长得好看又善良。九妹九妹头红的花蕾，头红的花蕾。这水准难道不是村花选美吗？如果岛国同胞的审美只是退化了，那就不用这么崩溃了。但是2014年日本环球小姐长这样，2015年长这样，2016年日本环球小姐长这样，2016年的其他选手长这样，难道你会以为右边的那个是冠军吗？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狗也是很辛苦的，不只是不怕被雷劈吗？其实有其他什么的标准，基哥也能理解。比如我们的泰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的审美就明显和我们不一样。非洲很多国家以胖为美的文化盛行，有些地方的女子出嫁前要安排在茅屋中，不从事任何劳动，吃饱睡足，只有养得腰圆体胖才能成为受欢迎的新娘。但是岛国的亲们，你们以前的审美是很正常的呀，你们现在怎么了？不过岛国人民的思维确实非常认得不理解，特别是在选美这件事上，他们给青少年选美冠军12岁，他们在全日本国民美少女大赛中卷了冠军12岁。为什么他们这么装12岁？还有一个2000年美女长这样，4000年美女长这样，万年美女长这样，甚至还有一个300万美女长那样。有谁能够告诉我1000米美女长什么？这不是一个概念啊！如果你认为岛国人民只喜欢选美的话，那你就 too young too simple 了。话说最可爱女高中生选拔也是闻名岛内外，但是这个选拔也让人很痛苦，因为有时他们会很认真，比如今年的选拔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颜值，你也可以看看2015年的冠军，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因为你居然可以看到这样的冠军。你们先感受一下第一届全日本最可爱女高中生的冠军，来自日本爱知县的高三女生永井梨子。特别是你看到其他赛区选手的时候，事实证明这种程度对于岛国人民可能只是小 case， 因为2014年日本关东关西高中校花候选人长这样。七位美女，你们知道后门在哪吗？带了我这么多期盼，吉哥也让大家养养眼。萌女王大赛冠军，其实挺萌的，这牙。不要以为大和民族脑洞那么小，女生选美可不是他们的极限。不要以为只有泰国才有男生选美，瞧瞧这些美女们，他们可都是货真价实的男生。虽然基哥是绝对的直男，但也必须承认他们比选美冠军漂亮多了。还有2016年9月在淡路岛举办的泪之美人选美决赛局，居然同时出现了这两位。不可思议的是，奶奶居然赢了。老板，来个硬盘压压惊好吗？微博、微信关注无锡不谈，更多精彩内容等着你。